的，你害羞什么嘛？我不是啊。哎呀，快穿起来！这样穿真的对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哪里怪了？多漂亮！小希，你很适合穿这种风格的裙子嘛。哦，这就是我呀。这腰，这胸，我家小希身材可真好。好痛！小希，你越来越暴力了。欢迎下次光临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终于结束了。哎呀，逛得有点远了，车子在好远的地方呢，这边又堵车，司机开过来也要好久。从早上逛到黄昏，能不远吗？我他妈腿都快断了。算了，走回去吧，正好还没逛够，回去路上再去附近的冷饮店喝杯饮料。好可怕。正好我知道条近路，走吧走吧。穿过这条小巷就快到我家了，到时候让司机把你送回去。不过现在天这么晚了，小希，你要不要去我们家住一晚？我们好久没一起睡了。住一晚一起睡？不了不了。好吧。话说回来，这里好安静啊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别往前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快往回跑。啊，你这个乌鸦嘴。没事，阿大很厉害的，对付这些家伙不在话。太不靠谱了，拜托你考虑一下人家的处境好吗？身上全是累赘呀。嘿，靠你们了。仔细看看，还是两个小美人呢。别多事，直接解决掉。公主给了那么多钱，还不够你去找几个有姿色的妞啊？也是。他们要杀人，小希。可恶，这具身体根本没有怎么锻炼过，空有技巧，对付这些人有点难办呢。没办法了。谁？你猜。哟，好巧，需要帮忙吗？秦轩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子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嗯？现在离开，我还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否则，否则。否则什么？你说啊。都给我上。是。走动。好强，前世可没听说过秦轩身手居然这么好啊，果然是深藏不露啊。太厉害了，没想到秦轩居然这么帅。